高能一辈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博越。其实去了以后发现，哎，好像也蛮有一番别的味道的。当然那个衣服确实有点味道，但那个斗笠其实是不透风的，就刚笑完那个声音就朝我自己扩大了，反了回来。我一瞬间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，很吵，我的笑声非常吵。你是鱼，你不在水里，那你假装自己在水里就舒服一些，这样感觉。但是我感觉我老在告别，跟一帮男生分别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感觉好像每两三年就会面对一次，所以还可以。面对人多的观众这件事情，我很容易紧张，压力超级有到就是内搭都会被汗浸湿的程度。不叫大奖吧，你买彩票也有中过5块、10块、20块、几百块的那种奖吗？那种倒是经常开的，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奖想成它是一个很小的奖，因为我要相信以后还有就是更大的奖那种感觉。对自己狠一点，或者说对自己期待高一点，其实肯定没有坏处的，对吧？你就是把自己拧得紧一点，以后你放到哪个环境里面你都会让自己自在一些。哎，好紧张啊，这种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很传统的 Q&A， 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来抽取一下粉丝来信。第一条是2023新年伊始，希望你今天晚上做个好梦。 Uncle Wayne